11-8，勇士领先 ，hand off， 林志杰再带前一步，换桑尼在防守他。志杰打得很聪明啊。对，而且他在运球当中也做一些脚步上面的变换。啊，今天没有登陆的 Washburn 跟现在的场上的 Ayers 都可以投三分球啊，所以是全员能够出手的。嗯，野兽也尝试一个，就在69的面前。两波的攻击，李航员这边都打得非常的卡啊。林志杰要到犯规，球没爬进。野兽的罚球机会，再来就是只能够用一位的洋将。卢俊祥再抓远距篮板，给刚刚上场的 Jeff Harris 也短。这个球给 Mike， 有。卢俊祥面对 Mike 的防守，高调不是很理想。被野兽拨出界外，只剩2.9秒。所以勇士队不管是林孟璇搭曾祥军，或是前面的谢宗荣，一直维持禁区的高度。再来一个三分球吧，赖廷恩可能要扮演骑兵了，而不是打多这种领先20-30分的球啊，那要锁定胜利就比较容易。最后是90-85，领航员今年球季第一次跟勇士队的交手，拿下了对战的胜利，同时终结了跨季对战的10连败。